物都是你。嗨，玛利亚桑，玛利亚桑，玛利亚桑，派对，等下是快乐。哇，该不会是木曜大集合吧？哇，这个阵容，这个阵容该不会哇？该不会吧？欸不会吧，你完全把昆达取代了啊，我觉得这个画面也挺好的啊。你不要乱讲话，干你不要乱讲话。欸，那你试着还跟我们一起来说，欢迎收看木曜四超玩，再看再看，我们感受一下，我们感受一下，来，一二三，欢迎收看木曜四超玩。应该还是不行，应该还是要昆达，应该还是要昆达。昆达啦，昆达比较适合啦，我不适合啦。昆达哥比较帅。昆达哥，马亮上，我靠，马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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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错了吗？马亮上，我觉得说错话需要道歉，马亮上。すみません、開会、生日快乐。ハッピーサイですよ。え、聞いたことない。え、真的？ 聞いた跑掉。没有礼貌呢？没有，没有礼貌的。没有礼貌的是吗？凯凯喝醉的是吗？我没有喝醉，没有喝醉。哎，那问一下，凯凯平常有看木曜四吗？什么？哎，白痴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划掉，划滤镜，划掉，对不对？就是想换滤镜没？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换？没礼貌，没礼貌。换一下滤镜啊！找不到。好想用那个大家都在用的软糖，找不到了。什么？用你看你的，肩膀好粗。就这个好了，今天就这个了。哇！你干嘛？这个。哎、欸，天哪！哈哈哈哈是好可爱。这个水肿的啥？哎、欸、哎、欸，可是懂你懂哦，可是懂你懂对不对？我懂，我懂。很像一个日本的摔跤选手，超屌！哎、欸，为什么你会认识玛利亚？忘的，为您介绍了，是吗？我这位干嘛？没有，因为我跟玛利亚的时候，有时候会去小酌，然后小酌的几间店像，像凯他们家就有 Asylum 嘛，所以我们会对，因为那时候玛利亚刚出来的时候。台湾朋友很少，所以温妮就介绍玛利亚给很多台湾他认识的台湾朋友认识，这样我们就认识。嗯、对 ，Kita 哥不要闹。可以跟你不要用你那个几乎他妈的看不到眼睛的他妈状态在那边唧唧歪歪。哎、欸，我跟你讲，你才不要唧唧歪歪。那一天怎么样？那天怎么样？哪天怎么样？啊？那天送野人火锅那天，直接叫不醒人。哎、欸，我真的睡死，我真的睡死，我真的睡死。哎、欸，我跟你们讲，那天你知道有多好笑吗？那天我就直接送他家，然后打电话给他、嗯，他完全就不接，然后我就上网还在睡觉，我在睡觉。我说，哎、嗯欸，那个有人知道那个他是弄在哪里吗？嗯、然后就一堆人就回说可能在睡觉吧，还是什么的，也没有人帮我通知、嗯。后来我就鼓起勇气，我就直接走进去他那个家大门口，嗯嗯，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要来。送东西讲他说、嗯、哦 OK OK 你直接那个电梯上去右转直接走到底就是他家了我连登记然后我就先稍微的量个体温然后就登记一下然后我就哎、欸、我连登记都没登记我就上去了然后我就进去哎、欸欸、他家太有名了太有名了可以的可以的干嘛干嘛你这样一讲我家可能会被稽查，你知道吗？哎、欸，没有，有量体温、啊。他妈的，别闭嘴！有量体温的实名制啊。Oh, okay, okay. 对啊，我谁都可以吗？可以，可以，可以。哎、欸，可以吧，我可以跟你们四个，不是你们四个，你们三个喝一杯吗？可以啊，当然。我至少酒。哎、欸，那你想再喝酒吗？哎、欸，玛利亚很会喝酒、啊。没有没有 ，Kid 哥不要乱讲，是真的哦。哎、欸，凯，你有算过你今天喝几杯吗？我没有算，那应该是第十五个下吧，十五个吗？你现在程度到哪？我现在大概要六分多。你可以帮我换那个新的一瓶。Kid 哥呢？没有，今天新的瓶打开。啊？今天不能喝太多。
因为你现在喝了莲中。我是滤镜，我是滤镜。玛利亚桑，真的吗？别等我一下。文尼桑 ，K 桑，哎桑，哎桑是什么意思？就是柯先生。啊、那玛阿布小姐。那女生怎么叫？一样是桑。呛也可以，玛利亚呛也可以。哎，那玛利亚桑、文尼桑、K 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桑姐，桑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哎、欸，你今天安排了几个人要那个上你生日直播啊？还有大概十个人。哎、欸，那我们、啊、不要打扰了，好厉害！赶快接棒吧！我不确定他们会不会上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句话吗？因为你本来跟我约十点，对不对？嗯，我知道那种等在后面的那些人的那种痛苦。不是，我今天就上来等了，然后我就一直。弄到一个我中间已经洗完澡了，还没换到我。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很多意外，因为真的很多意外，因为我们太多乱七八糟，因为我们还是要尊重网友的留言。嗯嗯。所以 K 那个你呀、啊，跟叔叔本来都在很后面。对。但因为你一上来留言哦，跟叔叔上来留言之后就炸掉。吼吼。对。流量小心。你看 K。Kid, 嗯。那个野人七号部落有多红？对，50万人。就是今，你知道今天就是因为你在直播，我们野人七号部落今天上片都没人看。靠背，靠的，这样可以吗？我看现在全台湾魅力最狂的就是柯仲宗本人，有没有？不是，我只是一介平民，我只是希望大家跟我聊天而已。真的。我跟你说你因为这就是从 Clubhouse 到 IG 直播，我跟你讲，你完完全全走对路了，因为走对，柯震东距离感很重，然后他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没有想到就这一波这样下来，就超多人，就超多被圈粉的啊，对啊，对不对？我的公司也很多人每次都看你直播，没有，我只是想讲说，就是。嗯，不管我有没有改变，嗯，但是我喜欢的人就是真的是发自内心喜欢的人。要哭了，要哭了，要哭了。对、啊，我不要哭，我真的不能哭。不要哭，不要哭。我昨天已经哭过了，不能再哭了。就是我今天还愿意直播的人，就代表说这些人真的是这七年对我很好，真的。哎、嗯欸，你有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可能在前面几年，每一年的生日都是 party 这样子。那今年比较不一样，是在家里这样子跟大家这样真的纯聊天，喝点酒。嗯嗯，你心中的感觉有真的比较感觉不一样吗？哎、欸，我真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嗯、就是因为这些艺人必须我还是必须要尊重他们的经纪团队嘛，所以在问你们之前，我还是要除了问你们以外，你们可能会去问经纪人，或可能不会。嗯，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你们愿意问，对我来说就是一个感恩呐、啊。因为7年前，就是7年前呢，我就是流量。你不要比翻了。我没有比中，我没有比中。就是泛红了。没有没有没有，7年前呢，我就是流量，所以我。大家希望加入我，但现在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对，这样。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没得没有歌，要放背景音乐了。什么歌？什么歌？错过的七年之。我不认识你，你不输。哎，喝啦喝啦喝啦！喝啦喝啦喝啦！没干那一堆。哎，不过说真的啦， 这七年说真的不长也不短。但是这七年真的是，哎，你真的是走过整个演艺圈最高峰，然后也是最低潮的时候。你比我们都还是 啊，慢慢走，慢慢走。你怎么还活着啊？你可以教我们，啊、你可以教我们怎么样，就是努力的活在现在吗？你说活着吗？嗯，那你要
我说实话，真的是要对这个产业有热爱。嗯嗯，真的真的，我是发我讲，跟家里有没有钱没关哦，是真的是对这个产业有热爱，因为要赚钱的管道太多了。嗯，这七年其实，比如说好，投资圈、虚拟货币，然后炒短线的太多了。跟有名的女朋友在一起，这样算吗？没有，哎、欸欸，我又没说你，我又没说你，哎 ，Kid 哥吗？他也是，我又没说我啊，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Kid 哥，不会吧？有人结婚你还在生气吗？我不 man 的。Kid 哥 ，Kid， 他 Kid 哥不要喝，不要喝。该不会在乎对方身材比你好吧 ，Kid？ 哎，我们这个世代有在讲究身材的吗？真的有，生日快乐！我要下线了，拜拜。不在，哎，你要讲我是不是坑东？坑东要讲我是不是？我想听。哎，啊，算了算了算了。什么？有些话，我讲，很谢谢你们三位，我现在先换下一批上来。要赶我们了，啊、要赶我们了，怎么样？怎么样？不行，是不是？今天我生日，欸、突然要被赶，刚、欸、还没过十二点，我都是老大。哎、欸，对， okay, 好了，没得多，好了，好好过生日，谢谢你们，生日快乐，哎、欸，谢谢你们，改天再上，拜拜拜拜，下次见，快乐，拜拜，拜、来啊，踢我啊，怎么弄？怎么踢？对，你踢嘛。我想说被踢的感觉，我很 M 的，我跟你讲、欸，我就先看 Jessica， 我帮你踢，我帮你踢，踢啊，你踢嘛，你踢我，你就踢我，我想被踢的感觉。好啦，拜拜拜拜 ，Jessica， 拜拜拜拜拜拜。